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成长和沉默。有的人到了某个年纪，信息多了就开始沉默是金，这样的沉默是一种对现实的妥协，而不是智慧的体现。真正的成长应该是对表达能力和认知的提升，而不仅仅是累积信息或者选择沉默。沉默并不一定是智慧的象征，而有时候更多的是一种逃避，或者信息过载导致的疲惫，失去好奇心和警觉性，往往是成长停滞甚至倒退的开始。那么不管你的年龄是多少，你已经开始变老，成长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它需要我们不断的挑战自己，突破舒适区。成长可不是一时兴起跟风战队喊口号，成长是不再人云亦云，不再走在大流里，像一只任人摆布的鸭子。真正的成长不会让人沉默，相反，它会提升你的表达能力，让你更加精准，高密度的传达自己的想法。所以让我们一起用数据驱动决策，用有力的逻辑和证据说话，这样我们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成长。